进来，请坐。各位学员，大家晚安，大家好。您可能无看咱的录音带，咱大家咧声音拢足大个呢。大家晚安，大家好。好。对啦，安尼个对啦。应该有食饭才对。来，我问恁几个问题吼。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再讲一摆。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对的人你举手，对的举手。好，你听清楚哦。国宾饭店是住伫国宾饭店的人的。再讲一摆。国宾饭店是住伫国宾饭店的人的。这句话若对的，请你举手。您双重标准啊！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你所有权吗？没有啊，这就是政治捞啊，政治骗术。啊，你看，咱台湾人啊，一干干生活在这个内底，看偌痛苦的。啊对啊，咱的总理甲咱讲。二十一师落街人开始沿路地扫扫扫扫到高雄去，是安怎？因为伊是建兴国啊，咱台湾人是啥？是建百国呢？有阵拢奇怪呢，毋是讲八年抗战，八年抗战是毋是？对不对？我若甲你问这吼，我若老考起来吼，足老诶！1937年到1945年，八年，整整八年，为卢沟桥事变开戏。各位，战争哦，战争啊，毋是讲今日开始拍，安就拍呢？无呢，无通安尼呢？国际法的规定是啥？都爱宣布。你请吼、伊拉克，布希总统要甲拍伊拉克的时阵啊。伊伫航空母舰顶管宣布讲哦，你海山哦，你若48小时无离开，我开始甲你拍。安尼才有合乎战争法呢。若无声明，就甲你拍，迄叫做侵略。所以1937年，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当然香槟啊。清朝甲中华民国甲迄个日本哦，拢有理由啦。啊，你知影中华民国当时开始宣战，你知无？日本伫1941年12月7号奇袭珍珠港，12月8号美国国会开会宣布对日本。战争，你会感觉真奇怪吼、哦？啊，这不是若要宣战爱总统啊 ？No， 爱国会才有宣战的权利。所以，为1941年12月初8日开始美日战争，当时结束。其实我若讲，我问结束吼，这是唔对的啦。读战争有人跟你讲结束，这是安尼，我别讲了。当时停战，1945年8月15号投降停战。啊，所以人讲1945年是不是中战 ？No， 停战照常会当拍呢。就会全世界这种的情形啊，打打停停，你捌听过无？所以。停止战争，不代表中战。什么时阵中战？这个问题呢？所以咱台湾人哦，唔知啊，即一寡国际法呢，唔知啊机密。1952年4月28号，旧金山和平条约生效，迄刚才是中战。这是国际法内底规定，这全世界你去较对，大家都安尼讲。但是，敢若咱台湾人哦，唔知影尔呢。啊来，台湾地主世界的人有参战无？有无？有无？
恁拢袂记得恁阿公阿嬷，恁的阿公也是阿嬷，你走比二教有无？有无？做军夫落尾也变做日本兵啦。当时变做日本兵，你敢知影？正式的军队是1945年4月1号，日本天皇宣布日本的诏书伫台湾实施，和台湾人参政权。国际法内底讲，为迄天开始，台湾人全部变成日本人，同时这块土地伫国际法内底变成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这是万国公法内底写来。所以你甲看迄个杜勒斯伫签迄个合约的时阵啊，俘虏真多呢。但是杜勒斯签这个合约的时阵啊，1945年8月15号导航以后，甲这个1951年9月8号啊，杜勒斯招所有世界强的国家啊，拢去讨论讲这个旧金山和平条约免哪来签。这内底有发生一个代志。旧金山和平条约第二条，伊讲啥 ？Japan renounce all right, title and claim to Formosa。日本政府放弃台湾的主权权利。哎，你甲看啊，这足要紧的哦。All right, A L L， 恁读过英文呐 ？A L L 后边爱啥？加复数对不对？爱加 S 对不对？恁拢读过英文吗？你别记咧，哎。初中就读过啊呢，爱加 s， all 嘛，复数嘛，多数嘛 ，title 爱加 s， claim 爱加 s， 那拢无，为什么？所有的人翻译杀咧乌白母，哦，日本已经放弃台湾啊，啊，所以已经放弃啊，啊，这个台湾就是变作台湾人的，你哪去路的捡到一个皮包啊？那个皮包敢是你的？是不是？绝对不会杀你嘛！那个皮包你就要拿去派出所，哦，叫他 claim 去宣告，讲这到底什么人的？啊，若照因中华民国的法律啊，你会当提30%。我是看昨那只狗啊，我一滴啦，我就知影。我那个有一个什么麝香猪啊，有人捡到，讲要甲分30%。啊，那个。那个主人讲哦，啊，我唔着那个鸡腿甲挂互你，听讲落尾赔互伊600块啦。哇，这是题外话。我甲你讲哦，1947年2月有一个意大利合约，意大利嘛有宣战啊，意大利合约23条之一，伊写啥呢？用意大利 renounce 放弃 all right and title to 无 claim 呢？意大利合约啊，我这个顶原无啦，我后摆再补迄个原文互你看。这个 right title 无 claim， 啥奈无 claim？ 因为索马利亚是意大利的殖民地。也 colony， 台湾已经不是日本的殖民地啊，所以伊都爱放弃伊的主权权利。你甲看哦，所以咱若要读这个代志，要知影台湾的地位，不是干那讲看这个合约尔呢，你都爱将全世界以前有过战争的合约拢提出来，一条一条甲比较，一条一条甲写。前两天啊，有一挂社团发动讲纪念旧金山和平条约，啊，我有甲看网络，我也看英国的遐话啊，我感觉迄真正是幼稚园啊。哪边看大学的吼，你都爱看我们的网络啦。我为旧金山和平条约2条、4条、23条分析个清清楚楚，含日本人嘛翻译错误呢，迄、那个 title。伊嘛犯错了，所以今日台湾的地位我真放心。当然啦吼，咱的蔡总理吼伫烦恼啦，啊，马英九向中国靠近啦，
啊，会捡出袂去，我拢足放心的。危机解密这两天啊，恁有看到有啊？谢长廷甲杨树立讲，伊甲杨树立讲哦，哦，马英九哦，亲中啦，偏向中国啦。看杨树立对伊会无欢喜无？各位，杨树立甲回答一句话呢？但恁即个中华民国和中国和谐啊，是以美国的愿望，你有惊到无？伊当时签迄个《埃克法》，你知影无？去年的6月29号，各位，我个人赞成《埃克法》。你问讲奇怪，你讲《埃克法》的内容你知无？我不是很清楚，但是我赞成。我为什么赞成？听清楚哦。过去中国国民党，美国改讲，哎、欸，你可以回去中国。伊敢建国了，讲伊的国共战争啊。我若等于中国，伊去用台呢？埃克法签了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甲中华民国和谐啊啦，和解啊啦。啊，若和解，伊就会当等于中国国民党会当开始，咱有理由、有法律，该要求讲回去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尼，你免怕破啊吗？你看条文哦，你莫对迄个中华民国遐媒体啥哩去回怪回，安尼直直说直直说。6月29，签埃克法以后啊，听好清楚哦，6月30号你滚入来，你做啥 ？TVBS 干那报这条新闻，报一届啊就叫我提掉呀。啊，那无你等于出去，迄 TVBS 你甲拍开，去年的6月30号又一条新闻，啊嘛有相片。讲美国离开台湾35天，头一摆、二摆做赢的军港，为什么？你唔通想讲美国人去做代志吼，戆戆啊是美国人去做代志吼，无理无由呢？他都啊，总理你甲恁讲美国的智库，你讲迄讲这啊，我一点都不会。真正有啦，咱总理有甲我讲啊，哎、欸，啊那无咱来参加，各位我根本无爱去参加伊种诶，迄、那个优点你是去参加啥物物件？迄、那个头壳拢未清楚嘛，真真正正美国伫处理代志，毋是因呐，是美国国务院内底、甲美国嘅国防部内底遐个智库啦，遐个智库即摆拢甲啥物人伫联络？含咱伫联络啦，含咱伫讨论所有嘅问题，互相进步真紧。美国 AIT 内底嘛甲我讲，过去。AIT 反对咱即马讲的这个论述，因为讲吼，哎、欸，啊都中华民国你管安尼好好啊，但是即马呢完全倒病。顶个月，我有去甲听清楚哦，因为这有伫转播哦，我讲这我会负责哦，美国的 CIA 的副座，我有甲伊见面。伊安怎讲？伊讲对中国国民党、对民进党，我们一点都不寄望。我们所肯慎的，我们所介意的，是你台湾民政府这个组织。咱这个组织已经有差不多要到900个啦。咱的组织真辛苦，训练就是要让大家人头脑足清楚的，了解讲到底台湾是什么款的地位。台湾敢有主权独立？绝对无嘛！啊，你若主权独立，你就入去联合国啊嘛！我跟你讲哦，即摆迄个什么联合国、什么宣达团，搁出嚟啊啦，无款呐！大家都一年去佚佗一摆啊，佚佗一摆回来，伊的理由还未回来，理由我先啊想好啊啦！中共打压，当年嘛，你中共打压，你敢未感觉吗？但你拢相信。中共大家直白讲哦，中国人哦，中国共产党嘛足恶作嘞，因为我都无做啥，你都袂记，拢敢讲我中共伫打，我都无该打呀。你有注意无？这3-4年以来，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来没有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你有注意无？你无嘛？你真正无注意嘛？但是我有注意。
因为咱这个论述出来以后啊，咱这个论述当时开始出来，2005年开始出来。中国在2007年，伊的中央要求南京军区的司令员带86个教授去研究国际法。有出一本册叫做《武汉大学所出的那本书》，那本书里面，那本书里面所写的战争法里面这地位的问题啊，和我写的都一模一样，只有一个地方台湾他没写，他不敢写嘛。你如果写怎样绝对跟我一样嘛，啊，你中国没有台湾的权利嘛，啊，台湾的问题说很复杂吗？有一点复杂，你听好清楚哦。因为恁过去，莫讲恁啦，我嘛是同款，我一过去嘛戆戆啊。马关条约1895年4月17号签的，有无？伊的条文讲啥？马关条约讲啥？日本讲下关条约啦。马关条约伊讲哦，听好清楚哦，大清大皇帝与大日本大皇帝同意签署下列的条款。第二条有讲，以割让让给让与割让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听好清楚哦。你们能看这个各岛屿哦，这个各岛屿就是包括什么嘛？钓鱼台。过去这个钓鱼台这个海啊，是那个沿礁是跟台湾是相连的啦。所以在日本时代，咱台湾为着掠鱼啊，和伊当地发生纠纷，去日本法院相告。日本法院宣判讲啊，你这钓鱼台应该去台北州。台北州啊，伊所管的台北州的问题。日本这个推阿面呢，伊讲啥？伊讲1985年。1月份，日本政府宣布说钓鱼台属于我日本的，是 claim 宣有，因为它是无人岛，无人岛若先占领，会人会当宣有 claim。清朝在1895年2月份说 no， 那个岛我以前中国人捌去，我讲日本人讲就是安尼，因为我最近才改嫁，哎，你嘛知影，因为我写物件好。我讲你那用迄个一月是要死哦，你唔着用迄个4月17号的马关条约，你过你写伫只即清楚啊，即所有附属的各岛屿啊，迄、那个附属的各岛屿包含什么？钓鱼台。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阵，琉球叫旧金山和平条约的第三条，交予联合国托管，联合国交予美军来托管。在1972年，美国人将琉球的那些岛屿啊分批还给日本，没有公投呢，不用琉球公投呢，战争法没那个公投的啦。我战赢，我就要问你的意见吗？啊，不然你过来嘛。国际就是这样嘛，国际就是这样嘛。哦，你都公投，台湾人即摆你要求公投啊，实在是找死路啦。所以美国甲你讲啥？台独代表战争，唔是中国要甲你拍呢，是美国要甲你拍呢。今日台湾是我美国的占领地啊，你要公投？所以读册吼，若未晓读的吼，伊话较卖讲的。台湾人足计较的，小看读一书啊，吼，碰碰一堆啊，所以。总理甲我讲，叫伊参迄个安保条，迄、什么安保什么会议啊？我根本就无爱去，遐人根本就无读册。我公开安尼讲啊，我甲因笑啊，他们没有念书嘛？什么叫战争怀疑都不知道嘛？什么叫万国关怀还不知道嘛？我去啊，浪费时间呐、啊。什么自然演变？台湾因为民主选举，所以自然演变为独立国家。弯刀嘛，弯刀嘛是你自然演变为国家呢？你知不知？我们家嘛，我刚买上自由选举啊，选我出来做好定啊，我嘛变成国家，全世界无用的啦，
没有那个例子了，那是惯例法。台湾的问题在对呢，你听我清楚哦。哦，即马即足趣味，你今日听这节课，你就有够个啊啦。1895年马关条约，你有看无？过来一摆，马关条约，皇帝对皇帝有无？大清的皇帝将台湾平和挂予日本的皇帝有无？所以日本皇帝拥有台湾的领土所有权。因为咱过去，咱不是生活在日本，咱不知道那是二元制的国家。二元就是两个头啦。日本天皇将伊的领土交予内阁去管，内阁总理有管辖权。所以拄拄啊开始的时阵，台湾是日本的殖民地。其实哦，讲到这个殖民地哦，是闽南乌一边的。一直到1930年啊，那个现在很热门的赛德克，那个巴莱，那个影片有无？他没讲啊，那是1930年的雾社事件呢。当然啊，因为电影在演，会有一点夸大。啊嘛，确实有影，日本人拄啊开始的时阵，去统治台湾啊，的确很不好。啊嘛，熟悉，但是很不好。甲台湾的主权，甲台湾地位是两码子事。日本人伫1895年得到台湾的时阵，是天皇交台湾这块土地予第一任的总督华山之计。伊奈不爱叫内阁公，啊，你著叫一个人去甲管，是安怎奈不爱？各位。那就是因为台湾是日本皇帝个人的财产啦 ，property 啦，法律都这是法律呢，这法律下这呢，我唔是直接咧掰呢，法律恁家己去看啊，法律啊，法律写得真清楚啊，所以1952年就这张和平条约生效的时阵啊。日本的吉田茂在1963年写一本册，一下说 The World in Japan， 世界跟日本，伊316页内底讲，我日本无放弃台湾的主权，我是干呐放弃台湾的主权权利。哪有权利就有啥物物件？义务啊！这是万国公法里面的义务啊，日本没有放弃哦，所以。咱去年9月7日去美国参加酒会时，来参加民政府的酒会啊。美国人送予咱两张图，是啊，这两张。左边迄是日本皇宫，正边是奥巴马。送这两张是啥物意思？伊拢无甲你讲话哦，美国拢无爱甲你讲哦。伊干那甲你讲，你等于交予你秘书长就知，伊我研究的人啊。那两张什么意思？日苏美战啦，台湾今日要过是日本皇帝啦。我有证明呢，2007年12月15日，中国有一个人叫做习近平，即马马上明年要来做那个总书记，那个人。2009年12月15日去。由美国政府给安排去跟天皇见面，因为日本来过哦，我给安排啊，来过讲，你嘛你笑开，你要跟天皇见面，清清菜菜在见面哦，袂啥哩啦，没有事先安排哦，不可能啦，套对美国去跟施压，要跟见面啦。你知伊见面讲啥？因为美国跟中国讲啊，台湾哦，其实嘛不是我美国的。所以美国点了，你讲我没有台湾的主权。2006年10月24日，我甲过美国的时阵啊，伊嘛安尼讲，伊无主权啊，啥物人有主权？天皇啦，你即马今日知影吼？所以伊甲习近平甲迄个中国讲哦，你若真正安尼，无你去问天皇，伊若要好你，要卖你哦，我也没有话讲。所以习近平迄天12月15日去甲天皇去秘密会议。
伊甲问讲，阮即马中国哦还不错啦，有一点钱呐、啊，阮甲你买台湾好唔好？伊知影天皇安那个回答无？哦，有地位呢，伊吼也无受气啦，伊甲那回讲，我日本的皇宗吼、哦，唔捌滴卖过啥物物件啦，无欠钱丢啦。安尼一，他的一鼻子灰回去，所以为迄个以后啊，你知影中国伊若佫继续讲台湾是中国一部分啦，伊用这种的民族主义哈，伊的中国后摆也吃不完兜着走呢。因为大家讲、哦、我台湾若去要走去的时阵吼，啊迄个当政者啊爱负责任呐、啊，所以今日恁已经知影讲台湾的地位就是属一个属。日本天皇六条的，安尼你心有安落来无？安尼你这三天吼、哦、上课的时阵哦，你就较放心啊啦。啊，我即摆过来要甲你讲，就是讲，是安那那会讲，还佫日本天皇伊的？难道这几年这公布拢无效吗？你听我清楚哦。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1945年9月7日正式签投降书。这个时阵，一般命令第一号麦克阿瑟要求，不是中华民国，是要求蒋介石代表民军来接受日本在台湾的投降典礼。爱当证明伫倒？伊投降迄一天，有4张相片，有4个国旗，内底有啥？伊中华民国国旗，有美国国旗，有英国国旗，佮一个苏联的国旗。啊，你现想讲啊，机关内无画过，会无？你有要问无？为什么没有画过？因为画过迄当阵哦，流亡政府啦，去德国拍甲走无路啦，所以法国的流亡政府走去伦敦啦。啊，当初法国走去伦敦哦，伊叫什么名？你敢知啊 ？French， 看嘛 ，London。法国流亡政府在伦敦，请问你嘞 ？Chinese Taipei 什么意思？你听无吗？中国流亡政府在台北啊！你嘛小看脑筋较好一个。韩国流亡伫上海，叫做 Korea。看嘛，上海，这个后壁迄个流亡的所在一定是啥？都市啦。所以，一旦讲 Chinese Taiwan 无 ，No， 国际化做不行。所以这句话，蔡英文有讲，中华民国是流亡政府，但是后壁迄句话伊无讲，流亡政府未使就地合法，所以未当讲哦，自然演变啊，但拢只讲诶。哦，民主选举啊咯，啊，所以就自然演变为主权独立的国家，笑诶！我定你讲啊，民进党你咪袂当投票吼，你敢知影？我唔是讲讨厌民进党哦，我是讲民进党的党章第一条写啥？你甲我讲，党章第一条写啥？你吼，你拢支持民进党吼，青面牛啦！都民进党都台湾的啦，迄个台湾的啦，伊个讲，啊，就刚刚甲你讲啊，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啦，你讲对、哦？民进党的党章第一条伊讲啊，咱的名叫做中华民国啦，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啦，你看会死也未死？所以中国国民党和中华民国的民进党，请问你要当给什么人？对，拢同款，两边拢台，拢中国啊。啊、这有证明无？我有证明。危机解密这两天啊，报啊，写个足大诶。2005年，新雕里的洪其昌；2007年，去甲中国讲，像危机解密拢有啊。所以你唔能选哦，民进党表示讲你选了台湾，根本就是胡说八道。我甲你讲啊，这边哦，听清楚哦。这边的总统选举，什么人会调？你知无？什么人会调？你知道？无人会调啦，因为
这边的选举可能会停止。啊，我跟你讲原因，美国最近动作有够多，那个危机解密哦，不是美国要创的呢。危机解密，啊，个 AIT 宣布啥？金门马祖是中国的，有无？啊，你伫台湾六七十年，你拢不爱讲，啊，即卖咧常常讲金门马祖是中国的，各位。一个法签落，两边和解，和解以后会当转去啊，转去对，中华民国会当可以转去中华人民共和国，啊，若无会当转去对，金门马祖，所以金门马祖会当去买厝，啊，派足济人诶。欸，我是讲实在呢，我不咧跟你开玩笑呢，所以。美国人做足济代志，伊唔知影尔尔。啊，你讲奇怪，你美国奈卡步歪打卡大步咧？啊，你若打卡大步，阮都会晓看。欸，美国讲哦，我唔捌看到遮尔啊腿个咧。第二次世界大战，什么人来轰炸台湾？美军嘛。啊，所以伫迄个时阵，美国人是咱台湾人的啥敌人呐，啊？对不对？啊，美国跟中华民国是同盟国，对不对？啊，美国是台湾人的敌人，啊，中华民国是敌人啊！啊，你今日台湾人提中华民国第一条决定，讲我是中华民国的人。1946年1月12号，中华民国行政院公布一个节参制0397号文，自1945年。当然他是说为民国几年，我很爱说民国的啦。自1945年10月25日起，所有的台湾人集体规划为中华民国国籍，全世界没有那个集体规划的啦。要不然我们集体规划来做美国，集体规划为美国人够可能？不可能啦。所以台湾人在台湾生活，在台湾这么多年，没一个无时无刻在被欺骗。21军入来台湾在扫射的时候，他是用什么新闻给你扫射，你敢知道？他是占领者，我们是被占领者，我们是战败的人。啊，今天真无吴伯雄啊、连战啊，他们那些人怎么被占领者转变为占领者，这是牧羊群，你知道吗？那个牧羊人吼，挂一群的那个羊啊，啊，有的羊啊吼，伊甲训练做啥？做牧羊犬呢？羊啊来关羊啊，有当下那个羊啊骨较歹呢。台湾就是安尼啊，你不要看啊，这么多年来60几年。特别讲哦，这我嘛有责任啦，因为我2004年、2005年才发现啦，我以前我唔知啊，我特啊这坦白讲啦，我嘛唔知啊，啊是看看以后，甲何瑞元，坦白讲这是李廷辉甲我介绍的，但是介绍起来，我伊不负责任呢，李廷辉不负责任呢，我公开讲啊，介绍了，我研究了，讲一阵过美国，点点呢。原来伊个身躯边啊，拢是中国人，遐拢中国人。哎，遐中国人讲吼，哎，有啊，这个林志升，这个吼，这是坚定的台独分子嘞。反正我不是台独分子嘞，我应是台湾分子啦。我是台湾，我不是台独，我讲一摆哦。啊，台独的美国要甲我拍，我是台湾呐。1972年上海公布讲啥？台湾海峡两边的中国人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唯一代表中国的国家。我再讲一摆，1972年2月28号上海公报，台湾海峡两边的中国人都承认，承认啦 ，recognize， 承认嘛。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国家。您什么人？啊，你未记得呢？您什么人？你台湾人嘛？啊，所以你讲上海、讲北，跟你有关系不？没有关系嘛？你听有无？干那秘书，我跟你讲哦，日本天皇跟日本天皇，啊，因两个天皇将台湾挂给天皇。啊，后边讲的是政府放弃台湾的主权权利，跟天皇哪有什么关系？但是这个代志，美国是跟我讲，三年后伊才要讲啊。啊，你干嘛讲真奇怪？为什么三年后你才讲？伊伫人中国，互伊开较侪钱个啦，互伊敢若食会着，阁食袂着。你也看嘛，但是伊即个食袂着啊，拢是刚刚咧变烂呢。吼、哦，航空母舰武力非常，哇！我讲伊讲伊全世界吼、哦，现主是有航空母舰的国家吼、哦，有十个啦。啊，但是即马阁加一个叫做中国啦。但是中国迄只航空母舰是啥物？拍档股下，你知影偌济钱无？咱遮个人若无，咱轻轻个，咱若有迄只啦，2000万美金呐、啊。那毋是空空尔，毋是敢若空空尔，内底拢拆了了，甲爆破了了。我甲你讲，迄只航空母舰若要开始运转吼、哦，2020年，叫我可能运转啦。我最近吼、哦。我想讲，台湾真尔可怜。我开始研究、哦、中国的海权、啊、中国的海权。其实中国是足可怜，你知唔知？因为中国过去拢是大陆地区，伊拢伫陆地吼、哦，骑马啦吼，骑马啦，安尼去征服这个世界。中国有历史以来啊、哦，这个海拄到这个海啊，伊拢无法度啦。郑成功的时阵，中国为着不爱甲郑成功对抗，竟然讲伊伫福建边仔的人啊，爱退30公里啊，几里？迄贵教授明仔日甲恁讲啊。好人全世界是讲住伫海边哦，迄厝较贵呢。啊，中国唔是呢，中国哎住内地的人较贵呢，是安怎？因为住伫海边，讲有海贼啊。所以可见中国没有海权呐、啊。中国基本上有三个舰队：北方舰队、东方舰队、南方舰队。加加的航空母，迄、那个航空母舰无啦吼，迄、那个敢那有几只？迄、那个潜水艇差不多55只左右啦，但是有一半袂当使用啦。日本人都甲笑啊！啊，你要打台湾呐、啊？我看你遐个船吼，要跟你的士兵，你都无迄个船好通跟啦。所以会怕台湾吗？绝对袂。啊，我若讲安尼，你不一定相信嘛吼。啊，我讲，互你知影，你有看咧？你也用电脑，也要电脑，你举手我看麦。电脑，啊，无几个哦，真正假？啊，无你是安怎来？你毋是讲看网络来的吗？网络吼，有一个叫做 Google Earth。有啊 ，Google Earth 哈，你个点嘞哈，啊，你也让看到中国所有的大街小巷，厝顶什么色，啊，人哦清清楚楚，那是商业用的哦，啊，那是军事用的哦，哇，合你底下涂骹你看报纸，那报纸你都照会着。各位，像这种的情形，要打台湾加简单，啊，未打以前胡锦涛先死啊。所以有当时啊，咱刚刚听讲哦，中国派啊，因为报纸搁甲你下落去吼，啊，你台湾人都拢火气啊，你听。我即马又感觉讲哦，台湾人唔是火气，台湾人是因为吼，我都占着里头啊吼，我无爱放啦，我18%呢，我要叫我甲换，我无爱。当你即马有理由啦吼，因为选予中华民国民进党含选予中国国民党拢同款嘛。啊、所以我跟你说你不能去投票，拒绝投票啊拒绝投票，哪会当让投票率降到50%以下，美国要出来。你不能想说美国那么好吃困，我有跟美国说啊，美国现在、哦、
因为咱一个较高啦。我即摆知影，阮美国足惊高个呢。奥巴马吼，我甲你讲，这事实啦，我无甲你骗哦，我事实了。你知影，你个自从过美国以后，有四个单位定你甲咱联络啊，毋是干呐教我一个啦吼。含迄个啊，做咱个蔡明华嘛有联络啦，啊日本嘛有联络啦，啊含我联络吼，两个单位甲我讲吼，哦 ，Roger， 你是足有名嘞，我想啦。阮奥巴马吼，就任头一摆开迄个六个单位的会议哦，问讲这个 Roger Lin 是啥物人，无人知啦。啊，所以叫迄个华盛顿的迄个台商哦，迄会长来问啦，哎嘛唔知啊。啊，但是咱甲顾咧个地哦，奥巴马伊是讲有，啊我就啊拄拄啊做总统尔，你就来甲我告，后壁还佫有咧呢。后边咱要告两个，一个，我到今日为止，我为中国走动的，到即马差不多十年啦，九年外，我拢无出国呢，无离开台湾呢，是安怎？我没有护照啊。那个机关你若要去申请，我不是中华民国的人呐、啊，我怎么申请？因吼啼笑皆非了。最近，美国有关单位。要跟我们台湾民政府谈判，叫我们派代表，我们换了经过的人要去啊，经过之后他现在又跟我说，Roger你没来哦，没准算哦，是怎样？因为我算拍剃头了啊，所以我不如没好好吃啊，他说我们来想办法，我知道啦，他要叫 AIT 啊发一个好吃给我啦，啊之后为什么为桃园的哎，唔、欸，迄台中的清泉岗吼、喔、飞起來，我跟你讲，你讲美军占领台湾，安尼拢无看到美军，你会安尼问无？今日的台湾，为1945年到今日为止，今天这一天为止，美军从来没有离开台湾。啊，即卖美军有入来偌济？两千几个。啊，伫倒？听好清楚哦，我这是军事机密哦，拢甲恁讲哦。啊，这电话嘛，啊，这咱的直播嘛有呢，但是我无要紧啊，美国足惊我，我无咧惊伊嘛。台东的长滨、乐山、新竹的乐山、青山岗、嘉山、新竹，啊，佫有几个，迄几个都是因为。衛星的迄个卫星，迄个雷达站啊，迄、那個、我袂当讲。所以你唔通想讲美军拢无伫台湾，美军就在台湾啊，就在你隔壁啦。我国研究出来一件代志呢，你听好清楚，最近甲美国国防部伫讨论呢。我咧解通学了吼，咱上面甲翕啊才清楚咧哈。这要求这美国吼会抗议啊。我甲你讲哦。AIT 是不是跟你说他要刷去内湖有没有、啊、内湖你敢知道跟那个福尔摩沙基金会不是跟中华民国签约、哦、跟福尔摩沙基金会签约、啊、签多久你知道吗？99年全世界有人那个说领事馆、哦、领事馆、哦、没长高的要好收、哦啊、你中华民国甲这个美国的外交这么好，拢未长久啊，所以迄个会当做198年。原来啊，美国现主席做198年的有三个地方。第一，关塔纳摩湾，古巴。啥物古巴？因为美西战争1898年战争1899年签约，啊，伊帮忙古巴可以独立建国。但是伊把迄个关塔那摩湾租起来，啊，不管你同意不同意啦，我都每一个月拢付我哩租金啦。啊，卡斯图无来啊，啊，无你无你是咩啦？啊，无过来见啦。美国逐摆就足歹啊，啊，无过来见。第二，普天天基地，当时要将琉球兴予日本的条件，就是普天天基地啊，99年加99年。啊，我阁甲你讲。这真正是您来上课叫他听，啊，那无绝对无啦。普天间基地99年，搁再加99年，迄、那个签约的合约书啊，日本政府讲哦，
我没有看到啊。啊，你比如说啊，没有看到，有啊。你知道是什么人啊？在那个日本的首相叫做岸信介，你捌听无？岸信介引导啦，看有夭寿无？啊，美国派美国迄个人要去美国日本讲的时阵，在台湾有经过，有给我看。伊讲我们不是乱来，我们有合约。啊，这个车等于给伊看了，日本的迄、那个哈多亚嘛，鸠山啊下台。各位真趣味吼，这个国际上这外交吼，你若知影，你会感觉真好笑。啊，你若唔知，真正拢互骗啊，牛，人甲你讲安，你就安尼。台湾是主权独立，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你嘛相信啊？所以，即马过来，美国甲咱讲，好，四百年来，你台湾唔捌有你家己的政权，我甲你帮忙会使哩。咱自从过美国以后，2005年的这个叫做10月24日过了后，美国有判决三点：第一，本土台湾人，听好清楚哦，我讲本土台湾不是台湾人哦，本土台湾人无国籍；第二，台湾人本土台湾人无国籍承认的政府；第三，台湾人民生活在政治炼狱。喂，各位，我们没有国籍呢。啊，你讲奇怪呢？啊，没有国籍，我有中华民国呀？那不是呢？那是旅行证件呢。我问你，日本天皇的国籍是什么？日本天皇的国籍是什么？什么？日本。啊，日本天皇讲是神对不对？是不是？呀，你拢不是日本人啊，所以你拢不知啊。我跟你讲哈，你听听，你今学这句，你就真正有价值啦。日本天皇无国籍的。啊？啊，日本天皇奈无国籍？这是战争法，不是战争法，这是万国公法有规定呢。所谓的国籍，就是有效忠的问题。因为台湾人哪爱效忠？中华民国，咱的国籍是中华民国。啊，恁即马民政府那完成以后，效忠台湾民政府，我们的国籍就是台湾呐，台湾政府啦。啊，所以我常咧甲日本人开玩笑啊，我讲你也对我较客气诶，用啥啊？我甲日本天皇同款，用同款啥？无国籍啊，我同国诶啊，安有注意无？这都是国际法里面，国际法里面所讲的东西啊。所以你如果亲自去研究，你会越来越注意。今天台湾人不能够再亲像过去那么简单，让人利用，让政治人物给你利用，危机解密说得很清楚啊。原来老老杂杂民进党就在跟中国在通啊。其实我不知道第二届还是第三届，我有说美国国家安全会议代表有跟我说，他说洪启昌代表民进党跟中国说三个条件。他说第一，希望你共产党来支持民进党；第二，伊讲我若民进党有得到执政，我们可以考虑跟你，这就是危机解密嘛有啊。原来阿扁啊，甲宋楚瑜，伊拜托宋楚瑜去甲中国讲，伊要战胜一个中国啦。你敢未感觉真着惊吗？所以会未出卖咱台湾人诶，是咱台湾人啊。但是今日台湾民政府会当甲你讲，未去哦，未去啊啦，有咱伫咧啦。所以美国甲咱帮忙，7月7日伫华盛顿 D.C. 设一个办公室，去年哦7月4日，
设一个办公室，一个月租金十几万呢，台票啊。啊，即摆还够得哩无？有无？欸，恁遮无信心呢？啊，我安尼问着绝对有得哩嘛？有啦。啊，职位倒来，你敢有管？啊，有无？无啊，我嘛无管。我袂当讲，你家己去要。九月七日，伫华盛顿 DC 的世纪饭店，迄是国家级的饭店，举办酒会。你知影这个酒会意义伫底？美国派国务院、国防部、CIA、司法部五个单位啊，拢来列席。我拢有相片啊，我拢有相片啊，各位。迄就是伫国际法内底表示，美国政府已经承认台湾民政府啦。啊，你免拍破案吗？我听到拢戆起呢哦，我看我拢嘴啊拢开开呢。当然恁真着惊啦，但是呢，因为你过去都唔知啊。美国承认台湾民政府以后，甲咱讲。伊讲，哎、欸，你要跟他协助啊，啊，有协助我们。去年十一月初六，荷兰组织内阁，就是民政府的内阁。啊，这个内阁组织的时阵，蔡总理做总理，啊，我是做国家安全参谋联席会议的执行长。因为美国是讲，台湾后摆要行的路，你林先生，你 Roger， 你要把握得好，不要去走错了。我算讲哦，美国人真高见，见我是对的，你知不知？谁来对你知不知？因为我中国骗7亿多，你袂记得啊？我中国偷诈等啊，四间校拢去收去啊。我以前伫电视上啊，你拢无看到吗？所以我讲美国哦，真巧，伊中国敢骗7亿我，我全是足分的嘛。啊，所以伊叫我去华视正台，因为我有研究嘛。过来，清理以后，伊甲咱台湾讲，伊讲安尼啦，你们就把它分成6个州，大概州啦。啊，因为日本时代嘛是有6个州，5个州啦，啊加上澎湖啦。啊，即卖因为原住民的抬头，所以咱我们也是把原住民啊当成一个州，所以14个族高山族里面，以后我们这些土地要还给他们。哎，台湾人哈、哦，是啦，我知道你是原住民啊，我跟你讲哈、哦，我喜欢是安尼啦。台湾人过去共骗迄个啊，做原住民骗足多个啦。啊，即卖啊行人啦，就是因拢总卖做工课吼，咱来饲嘛不要紧。你知影因村偌济人无？51万，51万呐，嗯，村51万呐，叫因拢卖做工课啦，分食饱用用吼，来甲因饲嘛不要紧啦。因为因本来有120万呢，结果现在只有51万。所以我讲，民政府成立以后接到政权，我们要对原住民鼓励，伊若生一个囡仔，给伊100万，尽量生啊。啊有土地，啊免做代志，可以收入，安尼有啥物唔好？当然，民政府还有一个很好的主张啊，就是讲民政府若接权以后，18岁以上的查甫查某。政府免费送你一栋厝，哎、欸，够有影？啊，你问讲，你问讲够有影吼？即句话吼、哦，外行啦，你唔爱甲问讲吼，钱从哪里来？对不对？你要知影无？啊，你若不爱知影，我就卖讲啊。要知影无？我甲你讲，我以前有甲国语讲过，台湾到今日为止，要阁是美国军事政府占领的土地，对不对？你知道夏威夷，夏威夷的收入50%是靠啥？你知不知道？
观光，你都我你都外行啊。我捌住伫豪华伊，我豪华伊嘛有厝呢。各位，不是啦，观光只是占25%到30%尔尔啦。军港出借正确，基地吼租予美军啦。啊，你也讲奇怪呢？啊，咱的即马基地租予中华民国有付咱钱无？无啦，伊认为应当的啦。伊甲咱占领讲应当的啦。各位，迄种观念，这是观念的问题啊！你敢做军港，你敢做用基地，你爱付我租金吗？啊，叫咱去做兵，我问你咧，做兵的意义伫倒？你知不知道？日本时代，甲1945年以前，台湾人唔免做兵，为什么？殖民地，所以殖民地敢来当用啥？义勇军呢、啊？啊、等1945年4月1日以后变成日本的正式的军队了。你敢讲军夫、哦、不完全对了，那当中就变成肩膀有阶级铁拳正经的日本的军人。你敢看看日本的靖国神社，台湾有32000人以的日本的靖国神社，咱过去受的教育都不对去了。原住民有一个高金素梅，有啊，去共乱有啊。当然啦吼，伊这边已经不起诉啊啦，已经把他不起诉了。本来你有看到讲伊个起诉哇，已经不起诉了啦。但是呢，我有各位知影，其实高金素梅伊要做这款的工作吼，伊袂当代表32000的这个台湾人吼，无爱去靖国神社。你若不爱，会使你家己个人申请，把你提出来，可以啊。日本的靖国神社有200几万的英灵啊，所以明年咱台湾民政府马上来靖国神社参拜，我来刺激中国。你知道中国，伊在签约的时阵，甲尼克森，伊。讲的这，迄个叫做，迄个，中国的迄个总理啊，叫啥？周恩来。你知道周恩来讲的6点的第5点是讲啥？请美国防止日本势力进入台湾。为什么？啊，你不是放弃了吗？日本放弃啊？你拢知影。因遐人拢知影啦，国民党遐个高官嘛拢知影啦，民进党个高官嘛拢知影啦，干那咱唔知尔啦，咱你妄算计啊？咱去甲邓票甲支持，伊就过领30块给伊呢。我甲美国讲，美国惊一条呢啊？你说什么？再说一遍。我们去帮他投票，我们还要送他30块呢，有无？有无？莫怪中华民国。民进党大家要选，建拜选人啊，1-2亿摕拢直接来个家己落地啊！你若讲予咱行路工去当票的人来摕，嘛较有利。较有讲我当予你，啊你就搁予你钱。世界哪有这款个代志啊？美国讲，嘿，我们从来没有听过呢。卖讲你们从来没有听过，但咱台湾人没有反应呢。咱认为讲，啊，都因讲安尼都有利啊，哦，损甲要死啊，所以钱爱给人啊，安尼敢对？不对，真正不对啦。所以这个价值观，台湾人要彻底改变了。我相信啊，民政府若执政，各位在座各位啊，你们都有机会哦。我先甲您讲。所有的每一个人，你唔能讲我年纪遮大，年纪吼大拢不要管，不要紧，会记得吼，观察底是死人啊！你听有这句话无？所以不管你是几岁，你会起来替台湾人做代志，大家拢有机会，因为美国人政府已经是甲我讲，你若要接政权，你要有4000名。
夭壽哦，四千名，四千名有受训的哦。咱即马只受训差不多900个尔尔啦，甲即期结束啊，超900个，还佫有3100个人呢。啊，所以大家若较好心的哦，当然你毋通乌白叫来，我佫讲一摆，毋通乌白叫哈，啊，毋通叫叫来贪污哦，贪污爱清菜，我先甲你讲，大家拢有讲好的哦。但是呢，你若做民政府的政府的官员，薪水要给你5倍，啊，你讲哪有遐多？唔免遐多人啦，即嘛是拢电脑啊嘛，啊，所以恁大家等于吼，开始爱学电脑啦。你袂当讲哦，啊，我无有，啊，我来请一个少年来做我的秘书，袂使安尼啦，爱家己去学啦。啊，所以咱今日嘛有即、這个。礼拜有排一节课吼，甲你教电脑呢。所以，咱设想很周到啦。你若看台，即讲吼，台湾人是啥做牛做马。台湾人遮尔啊勤俭，遮尔啊拍拼，但是过的日子啥物？我捌讲过，捡二纸的拢是台湾人，中国人无你捡二纸的。中国人小可患病，还是讲小可有啥物毛病啊？伊就去病院去肿肿啊，啊去肿肿哦，免挂号呢，带假的呢。啊，刷落去老伙啊，足老的老乌啊，伊阁娶一个少年某，啊伊若翘起，咱就阁甲饲某饲一世人，真的呢。啊，你台湾人。未晓想，甲今日还阁未晓想讲，啊！你所受的财务所受的对待是这样啊无公平。我感觉咱台湾人哦，有小可亲像林肯将迄个黑奴解放，迄当阵的情形差不多了。甲拄啊解放的时阵，遐黑奴哦，去林肯去到要死呢。伊讲哦，欸我有他吃，有他住，虽然是住伫迄个牛寮，有迄个牛棚啊。我有他住，啊有他吃，啊有业啊。啊，你即马甲自由，自由了，我来家己去找头路啊。同款，台湾人同款。所以我是想讲，咱今日民政府在受训的人员思想爱改变，爱带领台湾人的思想改变，而且爱带领台湾人爱行正确的路。正确路是什么路？你一定要去看你的网站。咱的民政的网站，两天三天，我就一篇新的文章。13，就是你已经回去了。13的文章，我要写啥？我写台湾跟日本有可能变作联邦无？他们为何？你想讲台湾要独立有可能无？我问你咧。有没有可能台湾独立？不可能。为什么？台湾这个土地还是日本的。我差不多跟上课跟您讲过啊，那个所有权什么人的？日本天皇啊。啊你无你嘛爱请那个习近平去跟日本天皇讲哦，拜托啦吼啊，我们吼、哦，我们想要独立啦。你改变？你讲我无你变？我跟你讲哦，有啦。所以最近啊。坦白讲，我最近开始对日本哦，交流协会开始在下功夫啦。我跟日本的交流协会哦，即马很接近。安怎讲？因为遐日本人哦，不知道啦。你知影西岛吼？西岛是顶回叫马英九挂断的迄个有啊。坦白讲吼，我跟你讲，我今日自我爱承认啦，是我个害啦。因为吼、哦，遐四月二八吼。我伫四月二日，我敲电话给伊，我会使倒上。啊，明仔载中华民国讲叫去参加迄个台北宾馆的迄个签约有无？迄个中日合约的迄个签约，伊改做成铜像有无？啊，你要去讲话，我讲你不要去讲话了。我如果我是日本人的话，伊改做成铜像，因为伊建业嘛，咱建筑嘛。他给他做成铜像，我跟你讲，我对中华民国一定要把它消灭。我跟那个西岛人说，西岛说，有理呢。
五位缺一，伊就甲拼出来，台湾地位未定。这真正是我甲害，啊，我甲伊真好。我因为伊最近退休啦，等伊了吼，有退休啦，啊，所以我才敢伫这个所在讲。因为迄当阵美国嘛甲头讲咧，伊讲诶 ，Roger， 你台湾人要行正常的这条路啥，一定爱甲日本联合。咦，我就想讲奇怪咧吼，过去即独派甲咱讲，讲吼无可能伫国际法庭提出告诉，有啊，有这句话无？讲我们不可能啦，为什么？因为我们不是国家嘛，啊，不是国家袂当提出告诉的。以迄个国际法庭袂当提出告诉，安尼要安怎？安尼要安怎？诶，安尼头那遮好啊？安边啦？边啦？啊？难民身份，我来讲，毋是国家袂当隔离。我甲你讲，哦，安尼我感觉恁的头那无好呢。甲日本联合嘛？啊，日本边啊联合？对一点相通。啊，天皇，欸，不，伊即马无爱甲你承认，伊阿未甲你承认咧。我甲你讲啊，甲琉球，琉球二二八的时阵吼，伫家人嘛有四十几个人。你看我头脑偌好啊！我去甲因讲，联合，恁拢免出，文章拢我来写，告诉我来写。伊讲好咧，好，我人过咧甲着中华民国，若无摇起来，不过我看我是感觉讲可能免过啊啦。今年的年底还是明年的年初啊，有好消息啦！这我都袂当讲啊，因为国际局势的改变。但是呢，我对这一点是非常有信心的。十月二四，12月24号，咱伫迄个桃园的这个体育大学迄个巨蛋，咱要办一个20000人的聚会。咱所有成员一人拢要找10个人来，来看表演啊！诶，安那看表演，应该你们会来吧？对不对？看表演，搁别不别来啊！我看如果来请迄个什么什么韩国的什么少女，什么少女，什么什么哦，少女时代。啊，不过咱听人讲啊，奇怪嘞，我讲奇怪，安尼。那个演艺人员吼，每一摆发动拢爱20000人。啊，咱吼讲台湾的代志吼，啊，讲叫大家来吼，大家拢吹哦面头。不过是安尼啦吼，台独派，即马要叫人拢无人啊。头拄啊蔡志远无讲，较叫到迄几个，较叫到迄几个。即马甚至吼，红食便当呢，都无人要去的。安怎讲？因为伊过去伊讲哦。啊！咱台湾人无够合作啦，咱台湾人无团结啦。你要承认讲你无够合作，还是无团结吗？你要承认吗？阮绝对无承认啦。合作，台湾人无合作吗？二二八手牵手，200几万人对不对？含阮妈妈80几岁呢，命令阮兄弟啊，都来提出来。啊，每一摆啊，你游行。几十万有无？安尼无够团结吗？啊，但是行路有效无？对象不对嘛？你向中华民国抗议是抗议啥？应该爱向什么人抗议？美国嘛？美国是军事占领国嘛？美国吼，伊都秘伫后壁，伊无爱甲你讲。所以美国吼，美国人吼也很糟糕，你知唔知？美国人伊甲我讲哦，伊讲哦，我们没有台湾的主权。他们讲伊讲这也好啦，安尼我落去研究的时阵我嘛较知影方向。我们根本没有台湾的主权。啊，你回去看一看《旧金山和平条约》跟《马关条约》，安尼尔咧。干那甲我讲安尼呢？我等于就下心嘛，直直变啊。你知道我偌认真呢？我《旧金山和平条约》《马关条约》。嘿，原文哦，一字甲分析个，分析要听2礼拜，我无骗你，我有写文章啊，分析到几波，我才讲夭寿啊。原来所有权是日本天皇呀。啊，
啊，日本人知无？不知道。我听你讲啊，哈，日本的精英伫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了了，啊，台湾的精英伫二二八死了了啦。你知影？1947年发生二二八，15年后，1962年，迄当阵的警备总部的司令，啊，不，警备总部啦，警察局的，伊讲啥？伊讲户口普查啦，日本哦，将这个台湾的户口做甲足好个，有户口无迄个人的，有几个人？你知不知？126000。所以讲死偌济人，你可以去想。迄当阵600万人，啊，若死10几万人哦，等于是差不多50%，但是50%每一个人哦，每一个人一家庭拢有5、6个人嘞，对不对？像咱阮阿公阿嬷，迄厝内底拢几十个呢，迄囝拢生几十个。啊，你看迄个影响看偌大，所以台湾人去互杀杀的吼，啊，全拢唔敢讲。所以到今日为止，足侪人讲，哎、欸，恁算14届啦，14届恁会讲，哎、欸，我要来参加这个，唔知危险无？哎、欸，唔知去互掠无？哎、欸，真的啊，会去互掠也是危险无？未啦，我甲你挂保证啦，我明仔发一张公文给你啦，这张公文是以中华民国内政部的公文啦，伊内底敢写啥？台湾民政府不是非法组织啦，安你有安心无？安免怕怕吗？哦，恁都拢爱用套的呢哦，是听了也袂记哩，还是爱用套的？哦，煞怕。哎、欸，各位，你唔通听听，今日听听，你等于讲哦，啊，我著去看一场演讲，安尼转煞去。你等于了，你的责任足大呢。你会将你的周边的人，我有一本册叫做《新台湾论》，你一定爱买。我唔是你赚钱啊，我先讲一下，《新台湾论》一本是1000块啦，啊那精装版的吼，精装的敢那是2000啊，是1500啦。啊，你免买精装的啦，你买平装啊。你有受训的人啊，500块，这本你一定爱去读。你有足济代志，你唔通想讲你来遮上3天了，你就会敢那仙嘞？不可能诶！你一定爱读，啊读以后，你还可以网顶看我上新的文章，因为我上新的文章内底有真济拢是美国国务院、美国国防部所提供予我的机密档案。他们讲美国有伫甲咱引导啦，你想讲我讲到日本天皇有台湾的所有权。美国若不爱讲，我嘛阁戆戆咧。莫讲我戆戆啦，台湾遐国际法遐嘛拢戆戆。真诶啊！所以你爱了解讲台湾整个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1941年12月7日，迄一天日本突袭珍珠港，啊12月7日，美国国会向日本宣战。啊，咱台湾吼嘛是凑一个热闹。麦克阿瑟是非常的恨咱台湾人，你敢知？你敢知影原因？我甲你讲，1941年12月8日，为咱的高雄的机场啊，出动100几架的零式战斗机。零式战斗机迄日本时代吼，零式战斗机是真轻呐，啊，但是哦。油底嘞吼，啊飞将个啦，去菲律宾科拉克基地，100几架的飞机啊，做一摆去歼灭。迄片影片日本人有拍，我有去甲看，细汉嘞有我有看，我印象够深。迄麦克是加一个迄个烟斗哦，去讲啊，这些飞机从哪里来？人讲台湾，怎么可能？那飞到位，我跟你讲，日本的武力啊，坦白讲，到今日为止，还佫比中国强足多的。日本的海军的自卫队，
伊捌发表哦，伊讲吼，那中国敢向台湾进军啊，我日本24小时的内底会当将浮在水顶的中国军舰啊全部歼灭。哎，那这点吼、哦，含美国人都甲恶露呢。美国人伫六方会议的时阵，六方会议你知无？朝鲜呐、啊，六方会议的时阵呐、啊，美国人甲中国人讲，中国代表讲，因为你不要以为你中国的武力很强、啊、你中国的武力啊，不算第一名，也不算第二名，我美国的武力也不算第一名，也不算第二名，你知道第一名是什么呢？日本啦、啊，日本哦，厉害所在，您拢也阁唔知。日本即摆是政治的乱，但是呢，伊的自卫队啊非常强。你知影以前无偌久以前，迄、那个法国有一只有一个公司叫做协和号客机，你捌听无？协和号超音速的有啊，后尾因为噪音伤大，全世界甲伊讲停飞有啊。你知影伊的工厂走去倒？美国人叫日本人去甲买，啊买了后、哦，日本人哦，刚好三菱重机，伊小可改一个原因，无声。即摆伊做一个中队以上的战斗机，停伫普天天基地。啊，这就是安怎？2008年总统选举的时阵。因为迄当咱已经告美国了嘛，啊，美国国家安全会议代表有来，有敢去见面啊？啊，伊当然伊敢问一个种莫名其妙的代志，伊讲啥？伊讲，Roger， 你若有原子弹，你敢敢用？我想讲，我都无原子弹，我当然敢用。我讲、啊，中国若敢甲我拍，我绝对甲结的啊！啊，你笑？啊，这个代志个只，但是呢？算计算，台湾的报道出来，讲美国送四粒原子弹送唔到伊啦，你要相信无？饭会当乌白食，原子弹送唔到伊，送来台湾，啊！但是报道甲写出来是要创啥呀？甲中国警告，我随时予台湾原子弹伫等你呢，所以。那甲我伫见面，遐国家安全会议代表伊甲我讲，伊讲吼，因足希望讲中国会当开战。你甲看吼、哦，北韩有一单吼足臭屁的，有无？迄个主播有无？我讲迄话啊，有够歹迄个有无？你袂记得？你拢看电视无？拢无咧看咧吼？我足歹有无？嘿，你知影吼、哦？美国。派三架航空母舰去釜山，美国若派一架航空母舰是甲你见过，两架备战，三架一定开战。啊，美国去甲日本讲，你甲战，我甲你 support， 日本无爱，啊，甲韩国讲，韩国嘛无爱，足可惜的。啊，所以迄当中本来我就是讲哦，会战哦，三架咧，啊，现在报道拢无嘛，但是我知影。啊，越南这边迄个越南甲中国伫建立哇，伊嘛是去甲越南讲建，我甲你 support， 甲建，啊甲菲律宾讲甲建，啊落尾是因为中国落软啦，中国落软伊个关系啥？因为我们邓小平曾经讲过啦，讲什么爱什么和平啊，什么挖哥，啊无迄当阵是足怕的呢，中国是足怕的呢，哦，秘书干呐哦，讲要安怎有啊？所以有足侪代志，恁也唔知也好啦，你唔知活啦较快，较快乐，较快活啦。啊，我知影想这嘛不好咧。所以国际局势、国际的局势随时的演变。所以我刚才当甲你讲，今年的年底还是明年的年初，可能不用选举，而且。台湾会有重大的变化，我估计
年底美军会入来一万名。我甲迄当阵有一个叫做袁宏斌啊，中国的迄个遐，我甲讲，伊讲我讲吼，啊迄、那个 AIT 吼、哦，迄、那个内湖吼，啊美国有800个海陆啊要入来，伊讲不可能啦、啊，我绝对进来。啊，听着安尼哦，民心随便呢，所以我讲，即中国人吼、哦，无一个人吼、哦，你可以相信的。表面上啦，你甲你讲我为台湾迄种假，我绝对敢甲你讲，我这我不爱讲啦。但是我甲你讲哦，即马是台面顶观看，即中国人，你不要太相信他。美国甲见过，不能太相信他。你甲你会当甲试看卖啊，你就知道，因为。即马咱民政府算讲有即个吸着即个政治吼，咱真了解。所以台湾，我唔是你甲你讲，即马若安尼吼，安遐就讲族群分化咧。哦，讲咧族群分化，其实嘛是讲族群分化。啊，较奇怪，啊，即个电视台，所有伫表演遐高收入的拢是中国人。你去甲看，你电视甲拍开。所有的啊，那台湾人生了较水的哦，拢无机会了。啊，台湾人那查甫生了较缘投，嘛无机会啦。这种的是长久以来、长久以来啊，也不公平的现象。你知影？但是你也感觉讲，啊，我得顾我家己就好。你若干那顾你家己哦？台湾也不会，不过我也想跟你讲啊，台湾也不会啦，因为人民政府已经起来了。你知道咱是这栋大楼的顶管升五级旗有啊？美国叫咱升的呢，美国叫咱升的呢。这个旗楼卡甲挂落去，警察唔捌来啊呢？啊那无？以前拢会来呢，因为咱后壁个山有滴个滴个创个病啊，个咧啰嗦呢，啊，即马奇怪嘞，拢无来啊呢，啊，毋是干那安尼啊，咱个原住民的新化林场，八月二日要甲拆，即恁消息恁嘛拢知啊。迄、那个十公前八月十六，我甲美国报告，我写报告予伊，我讲人伫1945年个以前，遐35号个原住民就住伫遐啦。啊！你中华民国来，家己做一做所有权，啊！你要甲人赶走，啊！敢有公平？啊！判官呢？啊！判官，十六甲家己创了后啊，八月二三哦，因个法院哦，家己哦，主动哦，停止执行，停止执行啊！哦，迄35号偌欢喜嘞，即摆拢偷咱个机啊去挂。真个啊！啊，咱的那个潘副州长嘛有来嘛吼，哎呀，你后边吼，你问伊就知影，伊台东啊，伊开迄个早餐店啊，伊讲哦，伊迄个机啊，三支机啊，还未挂以前哦，一公车70-80分啊，啊一个挂了105分啊，未到无法度卖啊，未到哦，讲明天再来，啊这有影呢，我有去引导啊，真呢，吼、哦，那生意讲做到安尼吼。真赞，对不对？卖到我不爱卖，伊款型哦，真赞。啊，但是我甲各位讲，咱因为台湾现主是美国军事政府占领，美国唔是不爱讲，美国会讲，但是呢，伊啥物时阵要来讲？我估计年底。其实马英九老早就知影。你敢知影杨淑丽伫维基解密内底伊讲马英九的绿卡很复杂，有啊？啊，够有人知影伊的复杂在哪里？你敢知道？我知影，因为我有甲过。所以民进党吼，靠过马英九迄种假啦，我有过啊。我伫这内底，我有过啊，为我过吼，甲迄个美国的移民署吼，回批我拢有啊。
个个 CIA 爱来甲我讲啊，伊讲你卖个过啦，我甲你讲啊，原来马英九甲李庆安两个人摕到绿卡以后啊，飞去加拿大的多伦多，为多伦多坐飞机转来台湾啦。所以伫法律上，马英九要搁伫美国啦，你听有无？因为伊去多伦多是用伊中华民国护照倒转来，啊，美国其实有甲咱帮忙一届啦。迄当阵马英九要去美国访问的代志有无？伊本来要坐专机，你会记得无？落尾啊，媒体讲哦，伊足欠的啦。坐迄个普通的航空公司啦，不是那么一回事啦，因为绿卡的关系啦。美国甲讲，你若请绿卡，你袂当甲坐迄个专机转来，爱坐中华民国护照，所以伊变做坐迄个啊，做迄个客机啊，去美国啊，去转机啦。啊，但是咱中华民国即媒体就讲，哦，他很勤俭啊，看到鬼啊样啊。两礼拜前 ，CIA 副座来台湾，我在场啊。马英九要甲伊见面，伊拒绝；蔡英文拒绝。伊当场就是七月六号，打电话给斯托文，甲伊讲，叫伊去甲马英九讲，为今日开始，所有中国省长以上的官员未使来台湾。啊，七月七号。马英九就宣布啊，七月八号媒体写讲哦，啊选举考量啊，吼、哦、差有够远啊。其实你看会出来讲哦，其实咱台湾然后这个中华民国后边是啥物啦？是美国啦。啊，你甲看因危机解密，蓝绿所有的人拢伫甲司徒文讲话，为什么？因为他大。对不对？你不要看吗？今天你不要看吗？现在只有我们台湾人推，是我们台湾人在推的。所以有很多事情我们也要知道说，我们要知道说，这是那个在那个原住民的那个地方要拆的，不简单啊，二人要拆，全部没拆嘛。各位，您伫只受训，第三天美国人，美国政府会送你一面国旗，免钱的。但是请你会记得，美国特别交代，袂当甲用德国，用伊国旗甲挂，唯一的要求啦。安尼会使无？会使无？安尼无声音呢？会使无啦？拜托的啦，哈！我讲你唔通看，伊无咧看的，伊会甲你看。真正会去看呢，有足侪人讲，哎、欸，奇怪，三支旗啊插落去哦，啊，有美国人去因兜迄个附近啊，甲翕相呢，啊，你免烦恼哦，翕相对你无坏处啊，对你没有坏处啦。啊，明仔载吼，我迄个内政部讲台湾民政府吼、哦、是合法的吼、哦，会公文给你啦，啊，你就放心啦。美国，中华民国呐，近半啊看到美国的军事政府哦，伊就退三步啦。当然我现在要讲的事情，我不希望你做来的，但是我要跟你讲有这样的事情。因为我们说这个论说很久了，两年前有的人在说、啊、你林先生你说、哦、我不用做兵、啊、我不用交税金、啊、所以我现在在用的汽车、哦、牌照税、哦、很贵的万外块，我也不会怕我直接说你知道、哦、民政府是要向什么人接政权，你知道民政府不是要向中华民国接政权，民政府是要向 USMG， 就是 US 的美国嘛，哈 ，Military Government 就是美国军事政府接政权。所以中华民国跟咱未起冲突啦，因为美国嘛有讲，你无必要跟伊冲突啊。所以我要甲大家人讲，唔免和中华民国起冲突，啊，中华民国嘛未讲你。绝对袂讲你，啊！若要讲你吼、哦，我拉早掠伊死啊！五六年呢，啊，愈做愈大，
遮尔啊几啊百个，我每一摆若去中南部，拢一堆呢，一堆人呢，我拢无代志呢。所以你放心啦，这个车牌吼，咱有一个同志，伊就去甲用一个车牌，叫做 USMG，USMG 就是美国军事政府888，甲挂嘞。走一年外呢，拢无代志。啊，迄天吼，我讲伊可能是手枪，伫迄个棒球吼。他们警察哦起冲突了，啊警察哦，他说你下来，由你叫 AIT 来我才下来。哦，我受气，十几个警察哦，将安尼拖落去啦，啊拖落去哦，伊啊不爱，拢不爱讲话啦，由叫 AIT 来啦，我不是你们管的啦，我美国管的啦，不是恁啦，吼、哦，那移送法办，移送去。啊，做邦桥的迄个地检署，邦桥的地检署吼，嘛是同款哦。哦，又够是讲这人心叫杨洋龙，心足哦，有够坚定，足好胆。伊甲迄个检察官讲啊，伊讲哦，你没有权利管我，我台湾是美国军事政府管辖下的人民，你要管我，你叫 AIT 的处长过来。啊，迄个检察官吼，我老谢，毕龙老谢啦。但是雄雄讲问到一半吼，迄检察官跩有人甲叫吼，啊，跩落台啊，来走。讲啥物事，底下咱是唔知啊啦。转来以后，迄检察官安怎讲呢？甲伊讲吼，啊，回去啦，回去啦，回去啦。我叫伊转去啦，因为我不回去，我要签名。回去啦，来叫迄个法警吼，甲赶出。啊，一礼拜以后接到不起诉处分书了。哎、呀，不起诉处分书啊、哦，有啦。我话 copy 给足多人啊。啊，即马我咱收呢，同款。即马高雄百几只，台中200几只，然后收我讲，你唔通安尼啦。因即马安尼甲挂落吼，有一摆伫高速公路吼、哦，上高速吼，啊伫高速公路去砸落来，啊砸落来讲吼，哎、欸。秘书长，你要不要来救我们？我甲讲哦，我等下啊，你有没有那一份那个判决书？用有，你给他看。我叫判官书好看，啊，判官书好看。啊，伊讲我啊，你顺便告诉他，你若食饱收闲哦，要召唤你哦，我会当替你陪你来召。啊，召了的结论，我没有事，啊，你无定有代志。这今天呢？是真真正正的事，但是我要再说一次，我不鼓励我们用这样，因为中华民国我们没必要去跟他对敌、哦、中华民国也有很多是台湾人嘛、哦、他们就推推了、啊、他们跟国语不一样、啊、他们不知道好来受训、啊啊、你们知道、啊、有一天他来受训、哦、我跟他说他也不然比你更猛也不一定，所以像这种的事情、哦、这是真真正正发生。当然啦、啊、吼、我要讲明仔的课吼、哦，明仔的课是真艰苦嘿、哦，为早时的8点，甲暗时10点，哦，甲暗时10点。但是呢，真等然后咱只刷了吼，楼卡有迄个啊做仙草，哦，给大家吃，因为我知影大家拢足辛苦的，啊，所以咱虽然有交5000块吼。我会让各位知道，因为我每次都要说，因为我如果没说，你们会给我误解，不是只有我交，我是交3000，我们的中立也交3000，何瑞也是同样，我们都交6000，他们太太跟我说6000，你看，两个6000，我们没有白吃哦，我们没在白吃哦，我也跟各位同样，放那个什么，放那个房子床，我们放房子床是啥呐？因为，我有一个认定，各位来这受训、受艰苦，我同款爱陪各位。其实我今日吼身体无好啦，我食甲食老吼，头一摆迄个扁桃腺发炎，
好几摆，好几摆呢。啊，所以吼、哦、很不舒服啦，啊，敢若发烧一款。不过呢，虽然是发烧，我嘛是一定爱将这个课讲的完。明仔我是无课，后日最后一节我还有课，所以后日迄节课我要讲的就较深。啊，这节课讲煞，我拜托各位啊，恁去本册买去看，真正爱去买去看。恁来受分哦，500块尔啦。哦，啊，你唔通想讲500块有足多个啦。你敢知影咱这地板啊，遮吼拢是新做，你敢知影？啊，这电风啊，遮所有的一切拢总重新来创诶。迄、那个尤先生真甘心啊。啊，我也无讲，甲咱各位讲，你都爱募款啊，啊爱乐捐啊，没有。所以有人讲啊，都咱你讲募款去乐捐啊，其实都不是事实。从以前到即马为止，咱将来无讲无过款。啊你一只民宿嘛是爱安尼啊，住两暗啊，食十顿，干免交一寡钱，很正常嘛，对不对？啊，这你嘛无要害怕我先啦，安尼不对嘛。所以吼、哦，大家台步拢同款，哎，啊，另外呢，这个后日迄节课吼，我有一个真重要的宣示吼、哦，要互各位知影。啊，后日咱再来讲。啊，我今日这节课呢，甲这个所在要来结束。啊，多谢各位，谢谢，多谢。起立，立正，行嘞。老脚有残草，冰糖吃，吃点心哈。